拢给个，一人吃面团，咸猪排甲一人吃面，咸猪排恁来。一人吃面要吃最后这些拢无啊，一包内底有两块，煎落切切落啊，三包面几啊五面，一块煎要百五，两块煎要三包，我卖你两包，一包搁送你两包，一包搁你两包，先给钱，一包过来，来两包搁总计，来200块了，好，谢谢，包过，来200个要吃一人吃面，好，只有包过两包，谢谢，200块了，来200块，200了，全世界全一个上面吃200块，100块来包过，结束过啊，帅哥。咱卖物件就是干呐紧尔吼，卖拖沙吼，啊沙哩，啊咧一句话就好啊吼，啊。肉这道我想要卖，来三百加加币吧，开300就好嘛，妹妹，300块一个人分，两个，一条沙发，两条沙发，三条沙发，这条搁啥哩？300块了，一条、两条、三条、四条沙发了，一条、两条、三条、四条沙发了。三百个要吃咸猪肉的无？谢谢，感谢各位收看。等下百五了，试吃看卖150了吧？唔好买过，你要百五吃看卖。哎，百五要试吃看卖无？150。后边看咩啊？百五。百五，看要试吃看卖150。咱的咸猪肉是咱招牌，有够好吃。百五你要百五还是三百？百五。百五个要吃来无？150。百五，百五，谢谢。百五个要来无？百五。谢谢。百五拢有了吗？有要给收起来了哇！谢谢，感谢你。好啦，好啦，你有熟悉啊？哦，你买伊个买啊？无代志啦吼，有啥物代志要讲哦？有事要说，回去原片一包去。好嘞。有人要食肉汁啊无？欸。今仔日应该还袂下班的吧？那有敢有可能较早哈？恁感觉敢有可能？啊，应该无人较早的啦。敢有人敢有可能即摆咧下班？啊，敢有可能较早？其实下班即摆无景气存啦，逐工就会当行啊。我讲互你无，逐工嘛会当行。啊，不过吼，就是中秋节，逐个囡仔时大啥吼，会当聚在一起迄个感觉。啊，无要下班，咱毋要简单，逐工嘛顶个行，对无？系啊，来，啊有人要食肉汁来无？这台好，这免台啊，你唔好当要伫遐台哦。这正，这当你遐烧薄盐落去打煎咯，煎落切切，煎落芳芳，煎落配饭，安尼好落饭啊。来，我全部招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来。二四人，我招啥啦吼？想要甲我买肉汁来人客吼，千万当然唔免去台啊，全部都拢甲揪揪出来啊。想要食，我免招300招二啊五，爱食肉汁你客厅啊，坐坐坐定个哦，200了。来200块上面吃，200块，来200块了，来200了，这个送你，这个送你啊，来200块，这个送你，来这个请你，这个送你，这个送你，这个送你，这个你，这个你，来这个你，这个你，来200，你要不要一箱啊？等下，加吃我，你看人较少啦，加吃我，来200，搁少一个了，200块搁少一个了，200块，200搁少一个好不好？一边拢一个人在买尔，嗯，啊这包只只等于去收钱啊，你搞咩啊？有买啊，有买个买啊，无紧哦。来，我搁送你一点嘛吼，今仔无人，我搁加一点互你。你今天食起来啦吼，吓啊！我卖物件卖到伊卖一个两个，我感觉咧真艰苦。我介意加卖贵啊，来200搁招一个落啊，200块，200块再一个客人头前去来包卖，谢谢。等下者哦，真正甲拼落去哦，莫搁考虑哦。等下人加入来，我就无通安尼卖你哦，会抢甲烧跑。趁钱嘛紧买买，来。趁钱嘛，紧买买，等下人入来绝对无安尼卖你的，你信任我，相信我。好两个，这唔捌这么慢哦，不曾那么慢过。斤两三四五，六个人家，这一盘要3斤啊，你免阁考虑啊，嘿啊，我卖你几十块啊，你都赢啦。你几个？两个。我来你几个？两个。来，200阁招一个好不好？200块再一个客人吃肉，现在功夫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全世界剩一条出去好不好？我卖物件介意安尼哦，一届卖一箱啊。谢谢，大感谢你的支持，谢谢你啊，谢谢你。哎，阿文啊，麻烦你一下，谢谢，谢谢哦，来谢谢。你想要我卖啥就摕起，这个物件当起来。今麦这个时阵，这个物件当起来。来，好了，好了。这飞鱼来，这我先阿卖卖好不好？够人打这啥物？这叫迄个咸鱼啊，哈，挪威的咸鱼。这啊，外口行好一条百五，两条行起来300。你只要甲我买300就对了啦哈。你免开钱，你甲我买300就好，你免开足侪钱的哈来。你甲我买300，人家我来报告4个人家拼钱就好。一条搁送你，
这块五厘，这块五厘，这块五厘，三百块，这块五厘，这块五厘，这块五厘，三百块。这块五厘，三个人加买啊！你若等下看我胃后壁搁下百，你著咸鱼啊，加几大单，互你摸动个吧。200块就好，来200块就好，来200了，来200块，最后一个无啊，最后一个无啊，200块。好，小姐。包裹结束，来。我是要吃黑的，不然我介绍你们无看。这飞机丸哦，这飞机丸哦，这当然要怎煮，你会当煮汤。为什么这个飞机丸会当煮汤？因为咱的飞机这大块，啊，这么大块，这免好笑，这不是我搞起的，啊，我无时间去搞这啦，啊，你会当家己看，啊，下来，这飞机丸当然啊，你甲煮汤、煮面、煮火锅，啊，像你讲我好一斤卖偌济？100块加100块偌济？300。我只有两个人加买飞机丸，煮汤、面、火锅，凊彩你煮凊彩好食，300，免鱼啊，后面200块，等一下啊。叫我卖袂啊，全部拢送你了啊，200总包装来，200块了啊，弄我你啊，来200块了啊，来200搁少一个了，200块，来200块了，来200最后这上面起来，100了，来100块，100块你唔好变卖100了，来好来100块了，来100块，100了，谢谢哦，来不了了，谢谢你们啊，来潘帅摕一罐物件叫我们，这上面我哥。来，我要一箱。一箱摕来之后，你搁要摕去了？无啦，一箱搁摕来吃。一箱我要卖啦。一箱我摕来吃，听我指挥。哦，对，你们唔免吃条毛。你搁要毛鸡啊？你等下要搁毛三箱？我真正从无爱讲过这个问题啊。来，这第一箱啊。来。这箱我先由大家吃哈，这箱我先由大家吃。来，这啥物恁知无？这鸡翅啦，哦，啊这原味的，啊是安那我会去进这个物件来。我来讲吼，就是因为我要应景迄个中秋节吼。有个人啊，你搁爱去买物件，但我来讲，你去买一个烤肉酱好啊。你这当个直接擦擦咧，直接迄个恁家汉堡你就会当烘啊。哦，你直接擦烤肉酱，这青。哦，你赶快去菜市啊买青啦！哦，等下菜拢赶快你煮，我只是熟恁了，你免过细啊。这一包外口上到来百五加百五偌济？300。内面食鸡翅啊青啦，这当然家己擦烤肉酱，还是讲你要煮毛鱼煮啥物，全部拢会当。这青你变哪料理？你是要甲变啥物味，伊就变啥物味啦。青就是有这个好处。啊，你若像我卤过迄个，伊就是伊个味，你就是无当改变。哦，来，啊这无共，这在你用的。哦，在你用的，你是要甲变哪哪就变哪哪，你是要食咸的就用咸的，用卤的。哦，你是要甲煮毛鱼煮就甲煮毛鱼煮。你想要甲做三杯就做三杯，即卖当做三杯啊，对吧？有个人嘛，我买小只鸡腿、棒棒腿，当他做三杯。好、哦，我讲有你啦啊，来，金龙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个人加买鸡翅啦，唔免招300，唔免招200哦，来开200了，来200块上面食鸡翅啦，200块。来，我来讲哦，这200我若卖你200，你直接去菜市啊买，你免来我吃啊。我甲你烘甲清气淡淡，好香，搁袂脏，卫生搁好食。这200我卖袂，我直接送互你，你啊，总计200块，你免搁考虑啊。到时啊，一200块，你免搁考虑啊。总来啊，卫生问题啊。这菜市啊，好香，伫遐站你要买哦，好香伫遐站你要买哦，送我都无来啊，来啊，哎呀，买只卫生啊。最后这个无啊，最后这个无啊。最后一个无啊！最后一个无啊！走好啊未？啊100了啦，试食看卖啦，来100了啦，唔好买100啦，我买啊，真正咧也无啊，真咧啊，哎呦我错伊啊！啥物牌？推牌了，等我卖了咧啊！啊？铁路出牌啊，剩一寡啦，我卖你啊！这个我先卖铁路出牌，我等下卖吼。有人要吃我的招牌鸡腿卷无？我汉堡我有夹一组这落去啦，是安那？太好食啦！哦，我这太好食，一定要恁倒去，等于吼行哦，恁的朋友亲戚互伊知影讲这偌好食。来，想要食鸡腿卷，免300几啊，我开200了。来5条、7条，这3条搁送互你吃，总共10条拢寄上来，无食你寄哪会我？200块了啊！哦，啊这鸡腿卷通人吃，通人好落去。金龙三四五六七，来这3条搁来10条，200块，来200搁少一个好无？24来6。来8，最后搁招一个好无？鸡腿骨要求好食，你相信我。3、4、5、6、7，来8、9、10，200块了。来23，来4、5、6，来7、8、7、8、7、8、9、10，200了。来24，来6，来7、8，来9，来9、10，200了。来14，放下零号。来3、5、7，来10，200块了。100块了，来你唔好买过，开100了啊，100块，100块食好吗？来100块，咱的鸡腿骨上好食，你唔食？
100块落100块。100落。哎，咱的鸡腿讲真正是咱的食饭，唔是咧唬人，唔是咧开玩笑。啊，100块落啊，你会饿落啊。最后两个拜托你啦，100元买买好无？拜托一下好无？最后一个200元买买好无？100够了，要过来。这应该免平吧？宝贝。这，哎，你头一个买200是啊？50块啊，这拢我哩。50块拢我哩。我袂，我今日了钱袂住，我麻烦去对着伊过条，得一家少啊。好啦。没事。你好，你好，帅哥你好，你好。来，谢谢哈。来，你个要吃什么嘢无？铁路排骨呀。大，上点的，我甲你恳求加拜托400落啊，来收钱400。好。哎，铁路排骨吼，像这手尔，我卖阁卖啊，一袋200，两袋200，三袋200，四袋200，五袋200，六袋200，这袋阁送你200落。啊，一袋200，两袋200，三袋200，四袋200，五袋200，六袋200，这排骨啦，这卖当行哦，200阁有要来无？来，谢谢金龙沙士排骨，来六，来七，200块喽。来，200块还有你要吃吗？但会当阁招一个，我是要处理啊呢，还是卖，还是留来买啊？好啦，先先嘛先炸啦，来买哦，好啦。啊，你阁买啥物无？鸡笼内带开500，较伤济，来500落啊，一条500，两条500，三条500，四条一条100块，几头刀啊，上大条啊。啊，最后一个200落啊，几头刀？来900收到，这些没有了。来，这个啦，叫上去。来，你阁有啥物食啥？阁要点无？你无点，我家己点。咸鱼蛋我袂了尔。咸鱼肉，咸鱼肉，上面一个300落，一条300，两条3条，4条，全只拢无啊，真正无啊，我等下